你不要停下啊，快啊！啊，这边拿完了。为什么拿先要先踹一下？不小心按到哦。我说我啦，我也是啊。我觉得这台的车坏掉了、欸，哎、欸，不可能不会坏 啊，不可能不会坏啊，应该是 bug 了。这个是 bug 了，对啊。哦哦，最耐打的车哎、欸，只有问题啊。我帮你放烟火，这个烟火哇哦！好啦，我重灯，我重灯，我重灯。你的车要来了啦！呀，警察有没有看过烟火？我先离开建昌分局。烟火、哦，好看的哦。以后我退出了，我先退出来了。喂喂喂喂喂喂！哔哔哔哔！哎，你知道？哔哔哔哔哔。还好，造成有人跟我共鸣。我不知道哎，这什么东西？我没听过哎。这是最新的卡通哎。啊？什么卡通？你现在不知道吗？要有。还有新的版本呢，可是新版本好难看。哎，我好少哦。啊，出去玩一趟就感冒，真的是。哇，一定不是我的问题，一定是杰克来住的问题。是的。杰克来的时候，隔天我就开始玩嘛，就结果那天就开始咬喉咙，咬喉咙。没有啦，没那么严重啦。啊，白痴，应该先邀你们进来的。他进你的症状是喉咙痒嘛？对，就喉咙痒。哦，杰克的症状，哦，对，感觉像扁桃腺发炎那样子感觉。biu biu， 哎，你知道我这几天那时候在找、啊、要找充电器，他说那个有一个插座嘛，我就放那个我的、有一个抽屉里面，就。那时候一拿出来，想说，怎么手痒痒的？一看，插座满是蚂蚁，全是蚂蚁。哎呦，那天我有看到，哦、超恶。DSD， 你没事吧 ？DSD。结果后来我去那个水槽敲一敲，里面还掉出一些那个可能像蛹的东西，啊、里面就是巢穴了，完全蚂蚁巢穴。好棒哦，超扯哎、欸！就是后来把它丢在这个水杯里面，然后就泡过一天晚上，隔天早上起来处理。然后咬一咬，这是芝麻汤呢，芝麻，哇哦，超扯那种量。哎，按什么键是丢手榴弹啊？那个金海，要不要吧？哎，不会，不可能。哎，想加速吗？哎，哪台车？不是 G 啊，那个夜总会的。一吧，一一一。啊，完蛋了，有人跟在我后面。哎，小心哦。我。我刚刚就只真的插 F 要按下去，没按了。对，然后 X 也按了啊 ，G 也按了啊 ，H 不是啊，然后 B 也按了啊，还有什么键？就是 E 了，就是 F， 就是 E。对，是 E， 是 E， 是 E。谢谢哈基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就你知道你最好了，才不会记仇呢。啊，这个是，对，不是不同的任务。这个是前言，这个是本片。大兵要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月月学院，哎呦，好，记得敲尾巴哦。S D S D， 怎么了？就是看他用身体去撞车。哦，哇哦，哦，是你。哦、oh, ，所以他，难怪需要说后续剧情，上场警卫，哇，哦、oh, ，哎呦，你怎么，这是风水轮流转啊？发生什么事？你怎么了？纹身特在这边，在这边当保全，然后，哦、欸，保全，对，有人偷了这边的车子，那他那台车子冲进来之后撞到纹身特，不，然后嘞？然后我们现在去追那台车子，这里这里在这里，这台车这台车要杀他吗？要扎他吗？不是吧？应该不能炸车吧？这我们要抢回来才对。哎、欸，给他进哦！
阿贝，变变啊！贝贝，纹身痛！靠他，我靠他，靠他啊！他死，他死，他死！送回来了。哎呦，太多了！有剧情吗？有，有剧情。哦，我没看到。他有点白咖的走出来。听着，我知道你爱干一些肮脏龌龊的事情。我也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如何防范坏人进来，这对我来说很难。不过如果有人想抢这个地方的话，有用的资讯。哎呦，会让事情容易很多。他给了一个神奇的小硬碟给杰克。对，里面会让你啊，你错了。啊、是他的吗？啊？啊，原来是他的、哦，抢回来车居然，哦、还是说就是占为己有了？他是趴车小弟吗？他应该是趴车吧？哦，等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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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敢回我啊？哦，好，我成功降落了。进去哪？进去哪？我成功降落了。上一关留下的直升机，哇！啊！警察伯伯，不要！啊！繁星代替我死了！替身攻击，我复活了，我在你右边的。不要不要不要，这边不好降落，你快跑你快跑！今天下午开台，嗯，然后那时候看到干，忘了一个干爹打了一首歌，绿光嘛。可是他打的绿光那个是欧罗拉的歌词、欸。啊 ！ICE 刀光啊，不是飞鸟啊，是欧若拉，不是绿光。但是他是唱 ICE 刀光，绿的泥巴慌，笑死。等一下，有点不太。啊！我是去那种西门町旁边，不是很多机台吗？嗯，我想要趁那种旁边没有音乐游戏在玩的时候，跑去玩泰德。然后结果一投币下去，旁边就有人就玩旁边的音乐游戏，然后被人互尬。对，然后太古本身又声音比较小，就听到就很气，音乐都被盖掉了，没有声音，就只能看画面打了。你就自己拉拉拉拉拉拉拉，干老他拉拉拉拉拉拉拉，嘿，是这样子啊？幼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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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老回去。还跟减肥哦，啦啦啦啦！那音乐游戏不能两三台都放在一起，这样子会影响到，要隔开放。有些喇叭特别大声，玩音键都不开声音的，你知道这样要怎么玩呢、啊？玩音键，你看画面的哦。对啊，要跟着节奏按啊。然后看到人家玩音键最好玩，就是在旁边跟他唱歌，而且唱的特别慢。可是常常在打泰国的时候，我就闹他。可是常常没有用啊，有很有用，很有用，真的假的？他那时候说没用啦，打完了啦，什么之类的。他刚好已经打完了。哦，是哦。然后趁他在打的时候就去打，打打打打。然后等他玩完之后，就把你抓着脚就甩来甩去，啪啪啪啪啪。上课偷玩不开声音，是啦，上课偷玩的确都不能开声音啦。可是用木鸭的话很难吧？可是。你老师突然到你手耳朵旁边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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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好可怕！我老师怎么知道？就是看那个绿圈圈跟红圈圈的节奏就知道了。啊，老师看你不是打得太差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而且他靠到你耳朵说：“音根支持。”好可怕！我是看到莱斯特的屁股啦，我是看到他记得在中间，然后看着镜头。特子在那里哦，不好意思。你要去哪里？你要走去赌场哦。要走的、哦，要用走的，这也太无声无息了吧？对啊。你这是漫天过海了呢。漫天过啊！哦，原来木鸭是这个意思哦。木鸭就是只用眼睛压吗？看东西或打东西的、哦，不是用眼睛哦。用眼睛去压东西太痛了。对，谢老板、啊。如果只是木鸭，就是看到东西然后去点，就叫木鸭。不管什么歌都切千本一就对了。我不知道踹钱呐、啊，你很凶哎、欸，钱惹到你了，我又害路了啦！两分钟，两分钟，两分钟，快！你不要停下、啊，快、啊！
好，充电拿完了。为什么拿钱要先踹一下？不小心按到哦。我说我啦，我也是啊。哇，这怎么逃啊？这台车爬坡超慢哎、欸。可是右耳已经出发啦、啊。哇哦，可以。拍谁啦？拍谁啦？拍谁啦？唔是啦，你按那我不会，唔通啦。上。啊！哇，上不去。哇，进车库了。哇，被卡在车库了。哎、欸，你绕那边，绕那边，对对对对对。上去吗？上去吗？我绕，我绕，我绕，我绕。你上去吗？等下，后门，谁的后门开起来了？哦，杰克。退出去，然后倒车退出去吗？退出去吗？面对前面。啊！我不管，我绕路。啊！绕。哦，这甩，这甩，可以。就你了。哎哎，干什么？他想动啊！下车，出来的。下车。不、哦，他自己去撞的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